谢谢。哎，讲座先帮他拿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好，谢谢。来来来，我们先请菲菲姐跟在场所有的朋友、媒体朋友们先打个招呼。谢谢各位媒体工作的朋友们，我是菲菲，好久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。今天金曲奖这特别贡献的奖，是我感到非常的开心。是，谢谢，谢谢。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哦，而且这是这个菲菲姐第一次参与金曲奖，对不对？这个心情应该也蛮特别，第一次参与就拿了一个特别贡献奖。嗯，可能要请菲菲姐靠近一点麦克风，不好意思。感到，很意外 ，surprise， 但是。朋友都跟我说我是实至名归，感到非常的高兴，再次的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朋友。是实至名归。不过想请问一下菲菲姐，第一次参与金曲奖，然后今天在现场。我不是第一次参与，第一次拿到这个奖项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在现场刚刚跟这么多的音乐人，然后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聚在一起，感觉怎么样呢？感觉怎么样？有跟大家聊一些什么吗？有跟大家聊聊天吗？刚没有哎。还没有机会，是不是？还没有机会。对对对，好，对，因为很多朋友就说来金曲奖啊，就很像参加一个大型的音乐盛会，一个 party， 可以跟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好好聊聊，好好聚一聚哈。对，好，但是真的这次有十多年没有跟媒体朋友们见面，有十年，就十年，十年了，是2013，2013年，对对，那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呢？我想借着金曲奖这个给我颁特别贡献奖，是，那我就像我舞台上讲的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永不放弃，只要可能的话我继续唱下去。是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继续努力，继续唱下去。谢谢菲菲姐。那我想现场媒体朋友们是不是有些话想要问菲菲姐的呢？嗯，有会去参加哪一场的庆功宴吗？不会哈，不会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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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，请问，台湾一点，食べ物，食べ物，何でも好きです。啊，就有没有喜欢台湾什么食物？什么都很喜欢哈。来来来，好，还有人有问题想要问的吗？好，那我想呢，哎，来，这位朋友。在台上有清唱一段啊，会不会？目前没有这个打算呢。啊，但菲菲姐刚刚说会继续唱下去啊。啊，那对对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菲菲姐刚刚有新歌，会不会有新的作品呢？菲菲姐，暂时卖个关子吧。暂时卖个关子吧。来来来，还有这位，这位。哎哎，你不是要问？哦，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好。谢谢你的，谢谢。对，歌迷都很想念菲菲姐哈。谢谢。好，那我想今天也特别恭喜菲菲姐拿到了我们的特别贡献奖，谢谢您，谢谢特别来参与我们的音乐盛会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菲菲姐。谢谢。